Okay, 经过了一个晚上的折腾，我们呢终于现在在香港的机场了。在12个小时以后我们就会抵达这个叫戛纳的地方。不是折腾，对不起，我们只是到阿姆斯特丹，然后在那边再折腾2个小时，我们就要从那边飞去尼斯。到了尼斯还是深更半夜，然后呢再从尼斯呢我们还要再找一个很贵很贵的车，从那边跑到这个戛纳这个海边的渔村去，海边而且卖酒很贵的渔村。不过不要紧，反正我们到那边我再给你们啊，我们再跟大家一些小报告啊，就这样，拜拜，半天后见啊，半天后，真是半天后见，嗯。